姐们看一下啊，咱今天扩一个超级大盲盒。都说开安康鱼就像开盲盒一样，咱们看一下它肚子里到底有什么啊。开出好货来，双击点赞666啊。现在开的啊，这个是肠子啊，不对，这是它的卵巢。现在咱们抠开的是它的裤胆啊，马上就开开了啊，看，哎呀，这是他吃过的腐烂的东西，都已经消化了。哎，看一看，大虾出来了，还有没有好东西？哎，一条大鱿鱼，啊，也有点腐败了，还有啥？还有啥？一条小黄鱼，还有没有啦？掏一掏，小黄花也已经腐败了啊！这可不是塞的，你看都腐败了。哎，狮子头，还有没有了？大黄花，没啦。这大裤胆，哎，这个盲盒开的效果还是挺好的。这裤胆，